迎锁定中视新闻全球报道，我是方燕迪。高雄金狮湖市场上午发生了情杀案，42岁的女子和鱼贩男友因为感情不和，女方想要谈分手，到市场找男友谈判，但她之前多次借钱没还，一言不合之下，男友抓狂了，拿着鱼刀一路狂追，对着女友猛刺了好几刀，最后伤重不治。那么当下还有两位热心男子救人，拿着警棍打掉嫌犯的凶刀，将人压制。原来这两名男子是办案路过的刑警。马路上红衣妇人躺在地上反抗，一名白衣男手拿鱼刀狂刺行凶，场面太惊悚，路人想阻止却不敢靠近。突然一辆车子停下来，猛按喇叭，两名男子下车，一人抽出警棍打掉嫌犯手上的鱼刀，另外一个人迅速捡凶刀将嫌犯锁喉压制在地，其他民众也冲过来帮忙。那查甫就赢，那太鱼啊，得啊，伫这边啊，叫，约出去来讲，要让你死要死。呀，三刀都一度啊啦，对这头到尾啦。案发地点在高雄金狮湖市场，早上9点多，妇人到鱼摊找嫌犯，原本坐着好好聊天，却爆发口角，让嫌犯俩拱持鱼刀一路狂追，妇人沿途狂奔逃命，背部疑似中了一刀，手压着背冲到市场求救，结果跌倒被刺。警方调查，两个人是情侣，交往1年多，女方想分手，但交往期间多次向男友借钱不还，演变成惊悚情杀案。起因呢，在日前双方就有激烈的争吵，那女方想要跟男方谈分手。巧的是，救人的两名男子都是高雄市刑大员警，办案经过看见当街杀人，赶快下车救人，但妇人一口气被刺了好几刀，重伤宣告不治。我就侧身打他的手腕，然后他的刀子喷飞掉。情侣翻脸狠杀致命，女子想谈分手，上一秒还好好说话，下一秒就被刺到没命，当街行凶实在太可怕。记者宋佩岑、黄世云高雄报道。桃园有两位国中生在学校的走廊发生了碰撞纠纷，原本双方只有在网络上互呛，不过其中有一方家长为了要替小孩出气，竟然把6位学生约到了一间民宅内谈判，而且还撂来了一大群人来围殴学生，把学生打到了脑震荡。冲突现场，一群人对着蜷缩在角落的学生出拳狂揍，有人甚至跳到柜子上发了疯似的出脚狂踹，简直把这里当成斗殴擂台。离谱的是，有人狂打猛揍，有人还在后面看热闹。民宅内的监视器录下整个施暴过程，双方人马在民宅内对峙，其中一方还拿起东西就砸。黑衣男站在桌上叫嚣，受到惊吓的红衣少年冲向楼上逃命。橘衣女子虽然试图阻止，却完全没用。群众一涌而上，出手狂打，把另一方人马围在角落往死里揍。刚刚站在桌上的黑衣男还带着好几位小弟上楼要抓逃走的红衣少年，被吓坏的少年罚站在角落，听着身穿蓝背心的男子训话，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使者，为了替自己小孩出气，把另一方少年叫来谈判。据了解，两名学生日前在学校走廊发生碰撞，冲突延烧到网络战场，双方不但互呛对方，还说自己家长都有帮派背景，其中一方的父亲得知后，就把另一方的6名学生约到民宅内谈判，激烈冲突造成6名学生多处擦挫伤。陆续通知城南及其他涉案人士到案，警方讯获一伤害、恐吓及妨碍自由，函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学生之间的纠纷，双方家长不但介入，还动用暴力解决，根本就是在小孩子面前做了最坏的身教示范。记者刘志展、李宗泽桃园采访报道。新北中和有一位女子日前到美食卖场购物，她提醒一位男顾客不要边滑手机边推推车，却被对方回瞪，女子理智线断掉，破口飙骂，遭到对方踹了一脚。现在呢，双方互告伤害，闹上了法院。卖场走道上一阵大声叫嚣，顾客被吓到，纷纷回头查看情况。大声互骂，声音闹到整个卖场都听得见，火气很大，谁也不让谁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
手推车互相碰撞，引爆口角，甚至拳脚相向。50岁胡姓女子日前到新北中和一间美式卖场购物，见到前方一名陈姓男子边滑手机边推车，他上前提醒，这样很危险。没想到对方却恶狠狠地回瞪了他。女子理智线断掉，破口飙骂。男子听到后情绪也失控，怒踹对方一脚。事后双方互告伤害及公然侮辱，实际回到这间卖场，不少顾客觉得打洞肝火没必要，但动线规划确实有待加强。它里面真的 是比较挤啦，因为结账的时候人很多啦，卖场太小，撞到也无所谓了。对啦，大家、对不对？人家也不是故意，我们要将心比心嘛。事发当下，还有小朋友就在旁边，俨然做了最坏身教。开心购物却因为小小纠纷，双双闹上法院，得不偿失。记者李欣、范雅乔，新北报道。 彰化西州今天下午发生的一起坠机意外，当时教官带着旅客要体验轻航机，却疑似降落失败，在重飞时飞机就失速坠毁。18岁日籍旅客跟教官双双罹难，而驾驶的教官还是空军上校退伍的前飞官。 救护人员抬着担架在飞行场内来回奔波，这里是彰化西州乡一处飞行场，16号下午传出轻航机坠机意外。 地面冒出阵阵白烟，轻航机已经烧得焦黑，看不出原本形状。随后救护车也赶到现场，紧急将伤者送医。但教练和后座日籍乘客因为伤势过重，到院后双双宣告不治。到达现场去看的时候，都已经起火了。 那个机枪的两名的成员也都明显死亡。目击民众表示，疑似第一次降落失败，重飞时不明原因失速，导致飞机坠落在机场外河堤。而当时机上54岁的林姓教官载着18岁的日籍乘客体验轻航机飞行，因为机身瞬间起火燃烧，逃生不及，酿成两死意外。OK，那我准备要关照了哈。载着旅客体验轻航机，前座驾驶员就是这次意外失事的54岁教官林国玉，曾经担任空军 IDF 及 F-16战机飞官，飞行经验相当丰富，上校退伍后加入民间轻航机俱乐部担任教官。飞行场去年9月开幕，鲨鱼机也风光亮相，想不到如今却传出坠机意外，坠落原因究竟是机件问题，或是人为操纵因素，恐怕还要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台南86快速道路有民众直击到黑色休旅车超奇葩的开法，从匝道口就这样一路的斗退撸，后方车辆差一点就要撞上去，警方可以开罚最高6000元。另外，国道新营路段呢有一辆货车载运太空包，没有狂绑固定，在国道上天女散花，后方轿车闪避不及撞上，自称维修费高达6万元，恐怕索赔无门。对面交流道，哎呦，真的哎。 黑色休旅车展现超奇葩的开法，一路从快速道路匝口向溜滑梯一样咻的一下往下溜。他是那种最上面这样倒下来？哎，真的呢。我觉得应该是开错了。最好为什么不在下一个交流道下？从匝道最上面挖苦回到平面道路，这里是台南仁德86快速道路，驾驶不但狂倒车，还大回转离开，换个地点，国道1号新营交流道路面仿佛仙女散花，后方驾驶来不及闪撞上，车子全排寥寥。台湾包未捆扎牢固，处汽车驾驶人身台币3000元以上，10000元以下花环。 国道警调查掉下来的白色物品是太空包，往北走，眼前一辆白车猛倒车，接下来更扯了，驾驶闯红灯，蛇形逆向，和警方玩起你追我跑。下车！下！半夜1点多，警方行经台中市列美街，发现3名男子鬼鬼祟祟躲进车内，原警上前拦查，对方却倒车逃逸，往苗栗铜锣交流道狂飙，才肯停下车。怕什么？我没有驾照啊。 原来45岁林姓驾驶当时和朋友共3个人唱完歌，遭警方拦查。他因为无照吓得疯狂违规，从原先1张无照罚单一口气暴增到7张，总金额55800块钱，自食恶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高雄市鹿竹科学园区有一处工地发生工人大乱斗，居然是有2家包商人员因为会车纠纷爆发了4打2的冲突，结果呢，其他的工人也都加入支援，从推挤、徒手殴打，场面是越打越火爆。摘下安全帽还很黑头，有一位女公安人员出面劝架，反而被推挤受伤。在高雄发生离谱的窃案。 一位台语歌手出国一个礼拜就被小偷闯进了家中，翻得乱七八糟，现金啊、珠宝、财物损失价值高达了80万。查看监视器发现，小偷在屋子里待了6小时，回国之后刚报警完，这小偷竟然又上门偷第2次。原来是他粗心大意，把钥匙放在了门口的鞋柜，让小偷顺利闯空门。
男子站在门口左顾右盼，逗留二十分钟，翻来翻去，发现钥匙就藏在鞋柜里，立刻打开铁门进屋，开始偷东西。员工把钥匙放在鞋柜，他直接来这里拿。小偷当自己家发现珠宝打开，就当场试戴，接着开始开柜子翻找现金，整整在屋里待了6个小时，根本不怕屋主临时回家。这个整个都是我的蓝宝的那个戒指啊，能戴上的他全部好像都戴上了，黄金。 好像大概10多万吧。离谱的是，4天连续偷2次，小偷在12号潜入屋主，2天后回国，发现贵重珠宝通通不见了，报警清算大约50万。就在警方拍照采证后，屋主外出吃宵夜，小偷居然在上门偷第二次，损失累积将近80万。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来第二趟，还是怎么样？整理很多一些。 提袋什么都整理，把一些东西都装好了。刚好是我们员工没有告知我们说钥匙放在那里，那我们一直以为就是钥匙是放在员工身上。在新竹查获这个高姓嫌犯，我们并起获了首饰、现金等证物。 被偷的是闽南语歌手杨哲，警方锁定一名高姓惯窃，他犯案后搭高铁直奔新竹，在摩铁落网时身上有11万现金，赃物还来不及变卖，屋主答应钥匙放门口鞋柜，趁机被狂偷，幸好追回大部分赃物，差点损失惨重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 浦发现金6000元真的要来了，预计在清明连假之后，4月6号开始陆续发放。那么领取的5大管道也曝光，最快入账的方式就是在3月22号上网登记入账。如果选择 ATM 领取，则是最快拿到现金。 浦发6000钱真的要来了！政府公布5大领钱管道，最快入账的方式就是上网登记。3月22号上午8点就开放民众登记，进入网页后输入身份证字号、金融机构代号和账号以及健保卡号，就能完成登记。12岁以下也能由爸妈代领。为了避免系统塞车，前5天以身份证字号为数分流，每天开放2组尾数登记。6000全民都能领，包括今年12月31号出生的新生儿也有份。有人说现在赶快怀孕，搞不好。 好还来得及领，今年生都可以领。那好，我会鼓励他们。不上网的也可以持健保卡或身份证至邮局临柜确认资格签收，就能领到6000元。而6000现金最快拿到手的方式就是 ATM 领取，但不是每个机台都能领。民众持提款卡要到贴有浦发现金贴纸的机台，点选全民共享浦发现金的选项，输入身份证字号、健保卡号，就能领出现金6000元。另外，像是领有劳保年金、身障补助等约有400万特定人，可以直接。 入账免登记，若是特定偏乡民众，则采造册发放，持健保卡或身份证到当地派出所就能领6000。当6000拿到手，民众最想做什么？出国旅游的基金，太久没出去玩了，因为疫情。生活费吧，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的纳税人的钱。3月22号开放登记，清明连假后4月6号，民众就能把钱拿到手。记者陈玲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 民间传统祭拜虎爷，贡品要用生鸡蛋，但是全台大圈蛋又贵又难买。有信徒改拿整桶炸鸡，还有整盒的蛋挞，甚至还有庙方说可以用豆干来代替鸡蛋。网友直说虎爷很跟得上时事，知道鸡蛋缺货可以换换口味。 民间习俗拜虎爷要拜鸡蛋，以往虎爷的贡品就是一片鸡蛋海，但现在恐怕看不到，因为全台大缺蛋，超贵又难买，拜虎爷改拜这个。这是蛋挞，信徒捧着2桶炸鸡桶，还有一盒蛋挞，香喷喷，看起来超美味，让其他信徒一脸问号，忍不住想问虎爷也爱这一味吗？蛋挞嘛是。 蛋制品，所以后要购买了再讲。蛋挞也是用鸡蛋做的，创意十足。没有蛋还能拜这个，一盒一盒黑豆干直接打开来拜。庙方强调，豆干台语发音倒瓜谐音就是大官保佑升官发财。那我可能会考虑用豆干，很吉利啊，很吉祥啊，谁不想升官发财？ 用豆干拜虎爷，网友狂赞回应：虎爷有跟上时事哎，苦民所苦，豆干健康环保，拜拜更有诚意。心诚则灵，豆干等于大官谐音，超吉利。最近当然因为切蛋关系，所以虎爷公呢也就信息，我们也可以用豆干的方式。 拜他。全台鸡蛋短缺，向虎爷求平安、求财运，用炸鸡蛋挞和豆干暂时帮虎爷换换口味。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道。
下周一就要开放确诊免隔离免通报，接下来又要迎接清明五天连假，但现在传出本土首度验出了两例 XBB.1.5 的本土个案，显然这病毒已经在社区里蔓延了。由于这个病毒免疫逃脱强，传染力极高，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，专家很担心清明连假之后 XBB.1.5 就会造成另外一波的流行。指挥官王必胜信心喊话，最快四月新冠肺炎就会降级，也会呢优先考虑在交通等车厢内都不用戴口罩了。想要煮一碗鲜美的蛤蜊汤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呢？网络上就有嫁到日本的台湾人妻分享了日本人煮蛤蜊汤的秘密，竟然是在吐沙之后呢，你要先把蛤蜊冷冻数小时之后再来煮。我们实际找到化学老师解答，原来这跟细胞中的水分形态有关。而日本人对蛤蜊的研究可不止如此，甚至有论文指出，在吐沙时加入葡萄糖，可以直接提升蛤蜊的鲜度2.8倍。民众的市场买蛤蜊，东挑西选，想回家煮个蛤蜊汤，但怎么样才能让汤更鲜美？一位嫁到日本的台湾人妻，无意间发现日本人煮蛤蜊汤鲜美的秘密。就是这个动作，吐完沙的蛤蜊被送进冷冻库，因为极度低温会破坏蛤蜊细胞，再经过高温烹煮，美味程度大幅提升。我们的细胞中绝大部分是水，你冻的时候它从液体变固体，把你的细胞撑开来撑破，然后导致细胞里面的一些可能 DNA 流出来。另一个秘诀就是要等汤大滚之后才丢入冷冻的蛤蜊，如此才会呈现出鲜美滋味。而台湾大厨也有自己的秘诀，就是在吐沙的关键时刻加一点米酒，达到去腥、提升甜度的目的。因为它是海鲜，米酒是可以提鲜的，可以让海鲜更有那个鲜味。吐沙时加东西，日本竟然有专门的研究，还写了论文。根据日本水产综合研究所的论文，蛤蜊的鲜味成分是来自琥珀酸，而在蛤蜊吐沙时加入葡萄糖浸泡24小时，可以让琥珀酸增加2.8倍，也就是让鲜度也提升。也有人以蜂蜜取代葡萄糖，实验结果高汤的滋味也会变得更丰富、更浓郁。到了蛤蜊汤鲜甜的秘密，下次买蛤蜊回来加低蜂蜜吐沙，再将蛤蜊冷冻起来，相信煮出来的蛤蜊汤一定会受到全家人的赞美。记者姚丽强、王一婷台北报道。春暖花开，赏花正是时候。盛开的梅花、桃花和樱花不是白色就是粉色，长在树上乍看之下非常像，到底要怎么辨别呢？专家说我靠两个关键的特征，第一就是花瓣的形状，而第二是来看花梗的长短。春天开始赏花了，壮观花海超迷人，粉嫩樱花盛开，一片粉色超梦幻，民众抢拍，还有白色梅花仿佛雪景，出门踏青赏花。可是梅花、桃花、樱花乍看之下真的很像，到底怎么分辨？我真的是不太会分。樱花是因为现在是樱花季，所以稍微知道它长什么样。花瓣的形状看它看起来比较漂亮啊，比较多。因为梅花不可能就整个树干好都有长满花，梅花、桃花、樱花绝美盛开，要分辨其实有关键两招，让你一眼辨别。第一招可以看花瓣形状，梅花是圆形的，而桃花的花瓣尾部比较尖，樱花则是有凹状缺口。第二招可以看花梗长短，梅花没有花梗，一节枝干只开一朵，桃花花梗短短的，会有两朵花对盛开，樱花则是花梗比较长，一节枝干上有多朵花一起盛开。樱花的萼筒它会比较深，那梅花跟桃花的萼筒会比较浅，它会比较是比较像浅杯状的这样子。樱花这一类的有许多品种，它也是没有缺颗的。梅花、桃花、樱花盛开，看关键两个部位：花瓣形状、花梗长短，立刻辨别，让你赏花时不再不飒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网络诈骗防不胜防，诈骗集团锁定了购物平台，制造假官网网址钓鱼，透过站外的社群通讯平台诈骗买家跟卖家。滑手机就能知道天下事，不出门也能购物，不过诈骗也可能找上门，利用假网址钓鱼。发生在站外，它是运用这种社群平台或者是通讯平台，不需要提供个资就可以诱骗用户上当。刚刚有收到一个 QR code 要我进行身份认证，想询问是你们平台提供的吗？购物平台呼吁收到不明连结可以询问客服或打165反诈骗专线，但受骗的不只有买家，就连卖家也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。超过大概300
件是假冒买家，然后去跟卖家去做诈骗。提醒我们所有的用户，就是要小心这个诈骗。那请不要点击所有不明的 QR code， 还有就是站外的连结。主动侦测到有疑虑的QR code 的这个网址，我们都会自动的阻断。购物平台主动出击，大动作防堵，因为诈骗防不胜防，民众保护各资不外泄，不点击不明网站连结，提高警觉。记者钱翠树和你台湾岛。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